这是嘉义快意生活村。啊，你既然就来啊，啊，就随我入我内底开一分钟的时间，甲伊细细行行。2014年开始试营运，内底总共有28栋，日本时代林务局的宿舍。现在大部分都做好文化创意的商店，不错齁。这栋看起来是英国式的半木式建筑，听讲是去哦皇太子要来这佚佗的啦。老实讲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我敢若写一半尔，啊，另外一半呢，未找时间过来哦。